我来，来，学生们，来来来来来，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收看张凌赫带来的《戒烟水牛记版》。怎么这个惩罚？凭什么是你来做呢？因为这导演说的，导演说我可以是吧，导演？导演在哪儿？给我站出来！哪个是导演？可以吧，导演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做。OK，导演，导演，导演要需要背景音乐吗？还是清唱？给我来个梯子戏吧，我要歌词。哎，你就唱一句就行。 歌词给我呗，那你我陪你去合唱啊，有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从哪句开始？从哪句是？副歌吧，就直接副歌。副歌是啥？不是，从他最火那句。星月可以起。我前面不会唱。来，小李岩啊。嗯嗯嗯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戒了烟，我不习惯。没有你，怎么我怎么办？新年感，新年感。三年零一个礼拜。 猜猜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我觉得戒烟我们都会唱吧，要不我们一起陪张凌赫？没有这个必要，没有，我们看着你们两个尴尬，挺舒服的，为什么要？不尴尬，就是我容易被他带跑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来来有，来来，好像有点加入不进去。起一个，起一个，我们一起吧。来一起，我们五个人一起。啊，预备。不是，为什么要让我唱第二次呢？我就很奇怪啊。 我们为什么在这？停，这一趴给我过了。放戒烟，这一趴过了。行吧，什么？饶过你吧，饶过你吧。